推一推，通行不很高啊，全部通行铁钢，左开始来加速，加速推水机，进去啦，前面进去啦，好，进来，这里都没事，好，你啦，我被转身，不敢见，不敢见，推一推，左行铁就加快了，但是摇篮要摇很久啊，摇八人之类，对，小朋友都基本上是三人级到五人级之间，其他人主要还是基本功，然后参几年的控球啊、传接球啊、三门啊、对抗啊。看，控球工来了，赶快，我们那时候加速。要求你的重心刚刚没往前跨，只要身体啊转到来推出去，记得吗？啊，重心嘛一定要跟前去，啊、因为他啊转的时候要加速啊，转的时候加速推出去。这个小朋友当时呢就测试到速度的方面都比较快，协调性比较好，也从个系统化训练，从一开始唔少倒劲哈，其实对对比较突出。边子，我把边顶过来。顶嘅，唔敢食啊！顶嘅，顶咗啦！唔好俾视角，唔好俾眼睛依视角啊！顶住啦，全部顶住啦，冇漏嘢啦。结合嘅比赛，佢篮球场比赛当中有冇结合一只绕球、弧球嘅滚石搭传球、抛通嘅就都结合嘅。我见他也系比较健操嘅学生嘅，基本上成件两日都系上主练下主练。然后注重一到星期五就一下就练两到三分钟才来训练。那些人都要好高练，不晓得体验，反正都看你的表现、你精神嘛，个身高啊，个灵敏度样的、速度样的，有些表现样的。主要是二郎幺郎人到二郎幺幺人，人人连通队，来自某样去各只小学训练课程内容是一般都是按照有固定的模式，都是从简单的热身，然后都是有对抗的技术练习啊，再到有对抗和体能练习，再到啊其他所谓的是情景训练，然后再结合比赛，去一个完整的一个训练课。以前的比赛基本都是赢的，大概每到两场。终于死了，因为加速特别快。妈妈刚开始不支持，也没哈看到他最有一点成绩，就不支持。今年十二岁，四年级，国外勇气很大。尤文图斯图巴塞罗那死了梅西，因为日本梅西通作做的很好，可以过一天很多年。死了的个人在三门的输赢，我懂的。前方，冲啊！
想开始，客家的足球名扬四海，威龙的